扭扭棒向日葵，教程来啦！先准备这三种颜色的扭扭棒，然后拿出金黄色做花瓣，像我这样对着你一下，大概在4厘米的地方，两节手指的长度，然后反过来穿进去，然后拧一下，再反过来，一样的做法。花瓣做18个，接3根咖色扭扭棒和3根军绿扭扭棒。然后从一端开始卷啊卷啊卷，打上一点热熔胶，这样更牢固。一直卷，卷成一个圆圈圈。再来做叶子，叶子做4个，和花瓣做法差不多，在5.5厘米的地方折。最后我们来组装，第一层花瓣粘好了，再来粘第二层。拿出花杆，将顶端弯折一下，再从圈圈中间穿过去，用热熔胶固定住。再把叶子也粘上去。别忘记了调整花瓣的形态，随意调整。好啦，一朵向日葵就做好啦。下次我再单独教你们做这个叶子。